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何者愿跟苦本眼贪色，耳贪声，鼻贪香，舌贪味，身贪细滑，常为五尘之所系缚，所以历劫长夜不得解脱。又复六亲一切眷属，皆是我等三世愿根，一切愿对皆从亲起，若无有亲亦无有怨，若能离亲即是离怨，何以故耳？若各异处远隔他乡，汝十二人终不得起怨恨之心，得起怨恨皆由亲近，以三毒根自相触恼，以触恼故多起恨心，所以亲戚眷属互生则忘，或父母则忘于子，或子则忘父母，兄弟姐妹一切皆然，更相则忘，更相嫌恨，小不适意便生嗔怒。若有财宝亲戚进求，贫穷之日出无忧念，有得者越以为少，越得越为不足，百求百得不以为恩，一不称心便增愤恨，是则才怀恶念，遂起异心，故结仇连祸，世事无穷。推此而言，三世怨对实非他人，皆是我等亲缘眷属，当知眷属即是怨聚，岂得不人人殷勤悔过，一个至心五体投地，奉为有世神以来，至于今日今生父母历劫亲缘，于六道中皆怨对者，若对非对，若轻若重，今日若在地狱道者，若在畜生道者，若在恶鬼道者，若在阿修罗道者，若在人道者，若在天道者，若在仙道者，今日现在眷属中者，如是三世一切众愿各及眷属，众等今日以慈悲心无怨亲想，等诸佛心同诸佛愿，普皆奉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梵德佛，南无宝积佛，南无华天佛，南无善思义佛，南无法自在佛，南无明文义佛，南无要说俱佛，南无金刚相佛，南无求利益佛，南无游戏神通佛，南无离岸佛，南无多天佛，南无弥楼相佛，南无昼明佛，南无宝藏佛，南无极高行佛，南无提沙佛，南无猪脚佛，南无德赞佛，南无日月明佛，南无日明佛，南无心秀佛，南无狮子相佛，南无维兰王佛，南无福藏佛，南无弃婴盖菩萨，南无吉根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大地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令众等父母亲缘于六道中有怨对者，各级眷属皆悉同时即此道场共忏先罪，解诸怨结。若有身行居爱不得道者，愿乘三宝之力摄其精神，皆悉同道，以慈悲心受众等今日忏悔，一切怨对愿蒙解脱。道场大众一个人人心念口言，众等从无始有世神以来，至于今日于今生父母历劫亲缘，
孤仪伯熟，内外眷属，以三毒根起十二业，或以不知，或以不信，或以不修，以无明故起诸怨结，于父母眷属乃至六道中亦有怨对。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以嗔恚，或以贪爱，或以愚痴，从三毒根遭种种罪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惭愧忏悔，愿起舍施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为田业，或为舍宅，或为钱财，起怨对业，于眷属中被家杀害，如是种种杀罪，不可据说，所起怨对无有罢其。今日惭愧，发怒忏悔，愿父母六亲一切眷属以慈悲心受我忏悔，一切舍施无复恨想，乃至盗窃、邪淫、妄语、十恶忤逆，无不被作妄想颠倒、攀缘诸境，造一切罪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或于父母边起，或于兄弟姐妹边起，或于孤仪伯叔边起，乃至有世神以来至于今日，于六亲眷属边起，如是等罪，如是罪因苦果受罪结束，愿结多少，唯有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尽知尽见，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，罪量多少，愿对结束于未来世方受对者，众等今日残言梗痛，贤卑自责，改往修来，不敢复作。唯愿父母亲缘眷属以柔软心、调和心、乐善心、欢喜心、守护心等如来心，受众等今日忏悔，一切舍施无怨亲想。又愿父母亲缘一切眷属若有怨对在六道中者，亦愿六道一切众生同共舍施，三世怨结一时俱尽，从今已去至于道场，永离三途，绝四趣苦，一切和合犹如水乳，一切无碍等于虚空。愿为法亲慈悲眷属个个修习无量智慧，具足成就一切功德，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，行菩萨道无有疲倦，等诸佛心同诸佛愿，得佛三密具无分身，究竟无上菩提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解父母愿尽，赐不应解师长愿结，自大圣以还体味圆寂，至于无生法忍，犹为三相千灭，在于如来上假苦言，令恶众生因兹悟道而得名化物，犹现此词，况复凡愚理觉尽尽，今善恶杂糅，明白未分，岂能断离三业之师？若闻所说，应当惭愧师长恩德，深自悔责，不得惊疑而怀恶念。今言随父出家犹未解脱，今随出家不得辩言，无复诸恶在俗之人，不得辩言都无其善，且至世事如今所说，佛告大众，汝当原念师长之恩，父母虽复生育训诲而不能使离于三途，师长大慈又尽同盟，使得出家并受具戒，是即怀罗汉胎生罗汉果，离生死苦得涅槃乐。师长有此出世恩德，谁能上报？若能终身行道，正可自立，非报师恩。佛言天下善友
莫过师长。今日到场，同业大众，如佛所说，师长有如此恩德，而未曾发念报师长恩，或复教诲，亦不信受，乃至粗言，起于诽谤，横生是非，使佛法衰落。如是等罪，何当免离三途？此之苦报，无人待者，及其舍命，乐去苦归，神情惨恼，意用昏迷，六事不充，五根丧败，欲行足不能动，欲作身不自立。假使欲听法言，则耳无复所闻；欲是圣境，则眼无复所见。当如此时，共思今日礼忏，岂可复得？但有地狱无量众苦，如是苦报，自作自受。所以今言，愚痴自是，不信殃祸，谤师毁师，增师及师，如是等人，法中大魔，地狱种子，自结怨怼，受报无穷。如华光比丘善说法要，有一弟子横怀骄慢，和尚未说都不信受，即作誓言：我大和尚空无智慧，但能赞叹虚空之事，愿我后生不复乐见。于是弟子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随持境界无有毁犯，以妙解故，命中之后如射箭顷，堕阿鼻狱八十一劫，恒受大苦。今日到场，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，岂得不人人起大怖畏？至于和尚发一恶言，堕阿鼻狱八十一劫，何况出家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于和尚边所起恶业，其罪无量，判舍身行，同比无疑。何以故耳？和尚舍离，恒家训诲，而未曾如法修行，于诸师长多生违逆，或不给予，而无厌足，或师称弟子，或弟子恨师，于三世中喜怒无量，如是等罪不可称计。今言起意称心，怨怼无量，如是怨怼悲惮六亲，师徒弟子嫌恨亦甚。又复同房共住，上中下坐，不能生性出家，是远离法；不知忍辱，是安乐行；不知平等，是菩提道；不知离妄想，是出世心。师及弟子同房共住，结业未尽，互相为利，纷争之心纷然乱起，所以事事不得和合。有出家人或同学业，或复共师，生进之日便含毒怀嗔，而不自言素习智慧，彼有福德，我无善根。有漏之心即生高下，多起斗争，少能和合，不能推后居薄，更相嫌恨，不行己非，唯谈他短，或以三毒更相缠棒，无忠信心，无恭敬意，何处复念我为佛戒，乃至高声大语，恶骂丑言，师长教诲都无信受，上中下座人各怀恨，以怀恨故更相是非，于恶道中多有怨怼。